又开始摆摊儿了。今天做个绿色的小熊。今天我们吃茄子，这个是夏天，也不是夏天，秋天的时候我们丰收回来之后，放冰箱里冻上的。刚出锅的菠菜，一会儿这个就是拌一下就完事儿，搁楼这儿。再给你们看看这一边儿，辣白菜。水煮虾、烧鸡、黄瓜，还有咸鸭蛋，炒的小料往这炒好茄子里倒一拌，可好吃了。我在这儿刚处理完一个售后，我现在有点怀疑人生了，脑瓜嗡嗡的。先平复一下，平复一下，一会儿李哥回来了，拿他撒气。啊！我现在在崩溃的边缘。做客服的不都一样吗？小场面，没事没事，这都是小事儿。玩呢？我姑娘说我做的可垃圾了。我妈给我做好几个吊腿，你看这架式的，比我做还垃圾。你这是时间太慢了。它那个容器太小了。你看见没有？哎，你看整个就凹凸。我闻到一股鱼味儿。虾。想这玩意真好玩，我小时候咋没有呢？好了，我要开始了啊！咱们小时候做的行，你辣玩儿，真好玩吗？你说你做的，我做的咋的？该去找去了。咦，这不也完成了吗？咋的了？这是我做的，我姑娘还嘲笑我，我就问问大家，我做的怎么样？妈妈，你看你这嘎都有这样式的，你管他呢，那他是不是个熊？你能不能看出来他是个熊？我就问你，我就问能不能看出来是个熊？我就问能不能看出来熊？你看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有模有样。你看你这个，你俩去干起来了。我不想说啥。你这啥玩意儿？还搁金光闪闪的？咱就要这种纯色的东西。你看你这个丝儿，还这拉丝儿，不结实。你看我这个。梆梆硬，你看你这个，我都不敢动它。这鸡大腿，我来个鸡，尝尝它那个。鬼子鸡是吧？挺好吃的，我感觉这个味儿应该是可以。就是有点粥，嗯，这味道可以。嗯，吃饱点啊。嗯，你吃饱点。什么意思？多吃点，一会儿能承受得住。有点好吃吗？啊，有点好吃。没有好吃的。我们说完真没有食欲了。多吃点，告诉你多吃点就行，多吃点扛揍。哎哎，赶紧吃饭干啥去了？嘚瑟了。嗯。你还挑衅呢？快过来吃饭。这包是妈妈不吃啊？咱俩还有谁？这意思问你俩，意思问你俩吃没吃？这个没来进屋来，来吃饱了吗？饱了。你干啥？啊？你干啥？有话你说。玩游戏呢，就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叫窝里横。来，啥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是如果我在外边受气了，有人说我可能会回怼回去，但是有一些情况下呢，我是怼不了的。就比如说我们的上帝，我刚才在处理售后的时候，我的上帝就是，我也得好好的客客气气的。我不说了吗？这是小场面，所以回来我把气球都发了。哦你怎么办？你让我过来，你要干我。这就叫窝里横。你们不总说我是窝里横吗？就是这样，就是有上帝哈，上帝说我不是，就处理售后的时候让上帝不满意了，这个我遭受点啥了，咱也不能那个啥回去，是不是？毕竟人是上帝，所以呢就把这气撒到他身上就行了。
怎么办？你要干我？在家就是这样，我李哥就是我的活人靶子，就我有时候哈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拿他撒气了。不是你不是心情不好，你不是有，这跟心情不好有关系吗？有啊，干我没有关系，有你是想干就干，是的，姑娘，你承不承认这一点？你爸说的有毛病吗？就是干客服工作的，基本上都得那什么点，内心强大一点，就内心不强大呢，你就可以有个活靶子撒撒气啥的。